原来二串还会帮这些母鸡造窝呢。他现在跳上去窝里面，可能在帮母鸡们整理这个下蛋窝。秃头小黑鸡难道也要恢复下蛋了吗？主教鸡在唱歌。两只母鸡都在这里围观二串。公鸡怎么这么奇怪呀？竟然还会帮母鸡造窝，这是什么原理？主教鸡就在旁边这里唱歌。秃头小黑鸡还没恢复下蛋，但是过一阵子估计也快了。主教鸡在干嘛？他今天应该下蛋了吧？今天好像看到他进这个右边的框了。哎，没有，我把他的蛋偷走了，他今天还没下蛋。二串，这个窝整理好了没？啊？整理好了吗？给我看看，这里我放了一个蚁窝蛋呢，你要是踩碎了我打不死你。找一下，不见了，在哪？你是不是搞碎了啊？蚁窝蛋是不是被你搞碎了？臭鸡，主教鸡跳上来了，他今天的蛋还没下，可能他在等二串给他整理好这个窝。那我走远一点吧，走远一点看看他会不会进去二串的那个窝。刚刚主教鸡在唱歌，可能就是在告诉二串我快要下蛋了，忍不住了，催他快一点。二串要出来了。哎，他一出来，然后主教鸡就进去，然后二串就在外面这里看着。他真的是在帮母鸡们做窝啊。之前主教鸡是在最右边的这个框下蛋的，然后昨天还是前天，我把它所有的蛋都拿走了，留了一个蚁窝蛋在那里。今天二串帮它整理了中间的窝，它好像是要去中间那里下了。哎呀，视频看完了，点个赞吧。